我是铁道离乡派出所，我在2008年1月18号新左营站13:04，所要拍摄是1764经由山安县、宜安县考瑞芳的 PP 之墙啊，双 PP 之墙啊，然后这边是134经由山安县考屏东的 PP 之墙啊，双 PP 之墙交汇，那相片看在都点的聚光屏。两列 PP 之前要在新准站内交汇相遇，这样哇超开心啊，哇双猪头耶，双猪猪酱，来喽，我看一下这边才是 PP1013猪头 PP 之前驶进新左营站。哦，一二一三也没有挂亲子车厢，176也没有，傻眼。啊，我的176走掉了。加上 PP1026猪头 PP 之前。耶，双 PP 之墙啊，交汇。啊，跟176之交三线一样，先看瑞邦的 PP 之墙，也在这个新准站驶离哦。PP1020，猪头。上 PP1023猪头 PP 之墙，在新左营站驶离了谢关，那相片观众都点不到聚光片。这边是开往瑞芳，经由三线、宜兰线靠瑞芳的 PP 之墙，在新左营站驶离了谢关，那相片观众都点不到聚光片。这盘134也是猪 PP 之墙，点赞拜拜。双 PP 之墙在新左营站内相遇谢关，点赞拜拜。啊，新准站拍到了双 PP 之墙，就这样，再见，拜拜。